2023年度香港言論之都在第三年頭季時，今日嘅辯題係港府應強制本地醫療醫門專科畢業後在公立醫院服務一定年期。佢在新方應方為嘉樂省書院，反方佛瑞律書院。我係今日嘅主席，來自正方嘉樂實書院嘅馬元志，坐喺我隔離嘅繼事員來自官方嘅郭敏展。而家我介紹雙方嘅辯員，正方主辯譚玉賢同學，第一副辯朱曉婷同學，第二副辯陳思樂同學。結辯林學晴同學，反方主辯林錦恩同學，第一副辯黃浩南同學，第二副辯李天同學，結辯李欣琪同學。今日我哋好高興請到三位評判為今場比賽評分，我哋分別係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員李麗蕊同學，李麗蕊小姐，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粵語辯論隊隊員何喜謙同學，何喜謙先生，今日客語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黃文傑老師。本場比賽分為主辯、公辯、一副、二副、自由辯論及結辯六個環節，發言時間係4:33。公辯則為每方2分鐘，自由辯論則為每方3分鐘。每節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有一丁提示，夠鐘則有兩丁提示，超時15秒則會有連丁記下。詳細賽規已經發布予各參賽學校，如果比賽期間出現任何問題，我同計時員會暫停比賽，交由三位評判即場作出裁決。請問在座各位有冇問題？好嘅話，而家先由正方主辯發言，有4分鐘時間，跟住係法方主辯，而家係4分鐘時間有主辯。主席。
960個專科醫生同埋4480個護士。眼科專科醫生周柏展更指出，香港90%病人都集中喺公院，但係公院醫生只佔全港嘅醫生不足50%，人手短缺導致公院醫輪專科輪候時間上升。然而，前衛生服務界選委劉海文指出，醫管局現時增加人手方案作用唔大，冇辦法解決到以上嘅問題。所以施政報告提出咗強制本地醫護專科畢業後喺公立醫院服務一定年期，舒緩公院人手流失。在計算離職率和未來的空缺，我方倡議強制醫護員完成專科培訓後在公院服務4年，按香港醫護專科科學推算，每年可以大約增加525位公院專科醫生和2120位護士，以填補空缺。行政變提準則在於強制延期能否增加專科醫護的人手，改善病人與同時都減輕醫護的負擔。我方論點有二：第一，減低輪候時間，提供適切的治療。正如醫務衛生局局長劉寵茂指出，公院專科醫護人手長期短缺，導致輪候時間很長。根據醫管局的網站，截止2022年9月，白內障手術輪候時間最長要等16個月，全關節置換手術更接近6年。以72歲耳仔腫痛的黃婆婆為例，她去全醫院耳鼻喉科專科的時候預約，竟然被告要輪候時間超過半年。她很擔心，如果真的患癌，到時都已經可能到了末期，錯失了治療的良機。難怪立法會議員梁希都表示，漫長的輪候時間令不少的病人在病情惡化之前得到適當的治療。而實施了強制年期之後，每年可以增加一定的人手，縮短了輪候時間，令病人得到適切的治療。第二，舒緩醫護壓力，打斷惡性循環。近年公營醫院流失率高企，施政報告截止上年九月，公院醫生同護士的流失率分別是8.38%和10.1%。香港醫學會會董佘達明更指出，內科、老人科等專科尤其疏鬆，導致壓力很大。而根據中大亞太研究所2019年的報告，超過一半離開了醫管局的接受醫生都表示，離職的主要原因都是因為工作量大。然而，大量的醫護離職導致了少了人分擔工作，結果又增加了餘下公院醫護的工作量，令他們又因工作量過大而離職，周而復始。醫護局局長盧寵茂都指出，這樣會形成惡性循環，令醫護不斷流失，而實施強制延期就可以打破這個循環。台灣在1975年實施公費醫師培養制度，強制超過6500個公費醫師去醫生不足的地方服務，最後在2009年成功了任務，舒緩了人手不足的問題。最後想問有方，如果不強制在公院服務一定年期，有方又打算怎樣去處理這些問題呢？多謝。4分14秒的時間，好多事，好多事。而家係反方主辯，你有4分鐘時間。主席、評判、有關同學、在席各位，大家好。香港公營醫療系統人手嚴重不足，病人需長時輪候。港府在去年的施政報告提出，探索立法要求合資格的醫護專業人員在公營醫療機構服務一定年期，以確保公營醫療的服務供應，因而顯
題，辯題中嘅醫護係指專業一畢業嘅醫生同埋護士。要衡量今日嘅辯題成立與否，即係視乎強制醫護喺公立醫院工作可唔可以扭轉到人手不足嘅必要同埋有效措施，同時保障到醫護專業人員。我方今日反對辯題原因有二：第一，無法針對根因，強制並無必要。公立醫院人手短缺，首要原因是政府規劃出錯。千禧年左右，政府因為醫院空缺減少同經濟衰退，先後關閉了護士學校，削減了醫科學額兩成，同埋推出了醫生自願提早退休計劃，人手減少的問題陸續浮現，令政府改變政策。2020年的醫療人力推算，污線公營機構欠1000名醫生，亦是政府提出強制服務年期的根據。推算2017年每年取錄470名醫科生為基準，1941年每年預計420名醫科生畢業入職作估算，但本學年起兩大醫科生嘅已經增至近600人，因此人力推算背後的假設已經不可以反映到現況。以每年有70%新入職醫生接受專科培訓，取得專科資格，由一半留於公立醫院推算，單計增加醫科學額，到41年會再多500名醫生專科醫生，加上自去年起容許非本地專科醫生同埋特別註冊於公立醫院執業，醫生短缺可望大為舒緩。人手短缺另一原因是因為公立醫院工作環境欠佳，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劉志源指，單靠立法對挽留醫護作用不大，指醫護對醫管局管理不滿意，年期到了就會走，認為相關措施是埋怨到人心的。前衛生服務界選委註冊護士劉海文又稱，前線護士主要工作環境惡劣離職，若未能改善到工作環境，無論晉升階梯有幾清晰留走人。因此今日由方主辯問我哋有咩另外嘅措施可以強制到另外嘅措施除咗強制之外，有咩另外嘅措施？我方就會提出可以增加醫生同埋專科學額，改善到公立醫院嘅工作環境，先係針對人手短缺嘅根因。立法強制醫院留住，公立醫院無助留住人才。第二，侵犯基本權利，無助吸引人才。基本法第33条保障香港居民有選擇職業嘅自由。經濟、社會同埋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6条亦確立人人可自由選擇工作嘅權利。故此，畢業之後可唔可以到公營醫院工作，本屬於醫護人員嘅個人選擇。按普通司法覆核嘅判例，限制憲制性權利嘅政策，需符合相稱性嘅原則，包括喺社會利益同埋個人權利之間取得平衡。我方第一個論點已經說明，增加學額、引入非本地醫護人員是可以大幅舒緩人手短缺，已經無迫切需要可以強制到服務一定年期。強制公立醫院服務，限制私營醫院同診所招聘人才，並阻礙服務市民。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74号報告書顯示，市民使用公營同私營西醫診所比例相若，因此限制私營醫療請人是會損害有求診的市民，不符合社會利益。此外，建議亦令本地和非本地醫科學學歷人士同樣要強制公立醫院服務，對有意從醫的人來講，收讀本地大學誘因減少，無助本港吸納人才。最後想問一下有關同學，覺得醫生的職業自由權利需不需要被重視？如果需要的話，現時方案如何保障到醫生自由的選擇權呢？多謝各位。法方主辯時間是3分55秒，發言沒有事，不需要提問。跟住是公辯的環節，公辯一方可以自由挑選對方一位辯員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手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不得打斷公辯一方發言。如有違規，公辯一方可即時指出，並供應同可直接扣分，每次1分。如公辯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自動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先評判注意填寫公辯分數時，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特別是反方分子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第二格才是發言分數。現在正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辯員作公辯。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位辯員接受質詢。正方公辯開始，你有2分鐘時間。公營醫院欠缺咁多專科醫護，有方同唔要增加人手啊？有方同學，今日我哋
淨係轉狀嘅係唔等於你嘅手法係正確，係凌駕緊醫生嘅自由。想問咧，有方嘅增加學額可以增加到幾多公院嘅人手啊？有方同今日我方講過，可以增加多過960名醫生，因為咁樣我哋同時考慮到而家兩個大學嘅增加緊嘅學位。點解佢哋呢啲增加緊嘅學位一定會去公院嗰度服務啊？有方同我方並冇講過一定會去公院度服務，但係咁樣可以增加到佢機率去公院度服務。咁即係可以增加幾多個人去公營醫院嗰度服務啊？首先我方係計唔出得，但係有方今日嘅強制醫護專業係畢業之後公立服務都係計唔到嘅，因為有方同今日佢哋可以選擇唔喺專科度服務，同埋第二咧就係咧，因為我哋而家就要喺下一年專科入讀之前要強制，因為會對佢哋嘅自由唔公平，所以有方同學今日嘅強制都係要等6年之後。今日咧有方同學咧嘅增加學額咧，今日唔講可以增加到幾多公嘅人手，相反咧，我方主辯已經同你講咗啦，我哋係可以增加強制可以增加到525個專科醫護，係佢哋專科培訓起之後先計，所以佢哋喺受咗專科嘅培訓，一定係會加入公院嗰度服務咯。所以想問有方同學啦，點解呢班人佢哋係受完專科培訓，我哋強制咗入去之後，點解唔會去專科嗰度服務啊？有班同學今日咧，你要講嘅咧唔係關於係喺唔喺專科服務。有班同學今日我哋首先要考慮嘅咧就係醫生嘅自由，我哋唔可以因為凌駕佢哋嘅自由而要去強制佢哋服務。有班同學需要論證凌駕佢哋醫生嘅工作權利嘅自由嘅迫切性同埋需要性。即係有方而家覺得人手嘅問題係唔需要解決㗎啦。有班同學我方並冇講嘅人手係唔可以唔需要解決。首先我哋係需要人手，因為輪候時間長，但我哋而家講緊係唔應該用呢句。歡迎時間補充，接住到反方公辯，反方請自由派出一位。正方主辯。經理自由選擇正方一位辯護接受質詢。正方主辯。正方主辯請。好，反方公辯開始，你有兩分鐘時間。請問我今日醫生欠缺幾多人？我哋欠缺960位。好啦，咁我哋見到原來今日增加完學位，計埋嗰啲會離開去私營醫院嘅醫生，都仲可以增加到900幾個專科醫生喺公營醫院入邊工作，咁樣夠唔夠？唔夠。點解唔夠？每年唔夠，因為每年可以。係啦，今日有班承認夠啦，所以咧有班咧，其實今日同我哋講話增加咧，唔係增加，只不過係原本嘅學額已經有500幾個，所以唔好用增加呢個字，你只不過將今日短缺嘅問題推遲咗4年之後先解決。所以好得第二個問題啦，有班今日手法重唔重要啊？重要。好啊，多謝有方承認啦。咁基本法第33條係咪有保障個市民有選擇職業嘅自由？係有。好啊，多謝有方承認啦。咁今日違法嘅政策要唔要做啊？要做。違法都要做啊，有方同學。嗯。好啦，多謝有方承認啦。今日違法咧唔應該做，所以好想問有方啦。有方講話之後，醫生專科畢業之後係咪唔可以選擇去私營醫院或者唔做專科醫生？唔係。咁有方所以咧有方今日同我哋講原來唔可以捆綁到啲醫生咁，究竟有方今日所講多咗專科醫生係點樣幫到啊？多咗嘅專科醫生係每年可以增加500。係啦，咁你話捆綁唔到喎，但係啱啱。多咗每年可以增加525。係啦，唔緊要啊，有方咧都亂曬啦。今日前場我哋講可以捆綁到，然後咧而家同我哋講捆綁唔到。咁想問有方啦，咁醫生係咪冇得選擇去離開公營醫院？係有得選擇。咁如果今日佢要選擇，咁個罰款係幾多啊？或者佢有啲咩懲罰啊？可能唔緊要，所以有方咧今日嘅方案好簡單，就係罰款係咩咧？唔知道點樣捆綁咧，都唔知道嘅時候，想問點樣去論證今日嘅成效咧？如果公營醫院係如果係每年增加520，發言時間結束。而家輪到正方係有，你有三分鐘。預備好，請發計時。各位大家好，頭先質詢環節有方承認咗公營醫院有人手短缺，要增加人手，所以而家需要增加人手呢點，我方先確立咗。現時醫護人手未能滿足成個社會嘅需求，根據食物及衛生局推算，2030
最壞情況咧缺少1575人，而我方案淨係填補到人手缺陷。有方話佢而家同意都而家都同意現時公營醫院人手不足，但係就覺得增加啲醫護可能足夠。但有方根本估計唔到今日預計你嘅醫護可以增加到幾多人手，可唔可以填補到而家缺口咧？你而家增加啲學額，啲學生要讀13年先係專科畢業，咁係咪等13年之後人手咧？咁我有方點確保啲醫生畢完業之後真係會留喺公營醫院咧？相反，我方真係確保到每年增加到500位醫生留喺公營醫院服務市民，甚至原來學位由2000年一直已經增加緊，但係人手一直依然咁緊缺，所以政府先提議強制專科醫護喺公營醫院服務啫嘛。跟住之後有方話跟由係問，有方話根因係因為公營醫院嘅行政管理不當，強制嗰啲醫護喺公營醫院工作冇效解決問題。但係成個醫療體系唔係淨係得一個問題啫嘛，公營醫院管理不當的確係佢嘅問題之一，呢個問題可以用其他政策解決嘛。但係醫療人力推算2020嘅報告指出，醫療人手短缺問題會再度惡化，而目前公營醫院體系人手短缺嘅情況已迫在眉睫。喺我方眼中，人手不足呢點，咁係咪完全唔需要解決呢？再嚟有方覺得我方方無視緊佢哋嘅醫院嘅義務，令班醫生冇選擇職業權啊，選擇自由應該做。今日幾多人反對啊？同埋呢班醫生點解會反對啊？還請有方交代清楚。再者，按照有方嘅邏輯，引入海外醫院強制服務公營醫院5年，專科醫生強制喺公營醫院培訓，係咪呢啲全部強制措施都無視緊佢哋醫院咧？全部做錯曬咧？當今日公眾利益同埋個人利益產生衝突嘅時候，應該以公眾利益行先，就好似今日嘅情況一樣，醫生應該以大眾嘅福祉行先。我哋再睇下成效啦。根據職業安全健康局，醫護人員工作壓力大，多是離院工作量大，工作時間長同埋輪班工作單，講緊每年都會增加到525位醫生去舒緩現時嘅公營醫院問題。人手多咗就會有更多人分擔工作量，減少佢哋嘅壓力，從而降低佢哋嘅離職意欲，進一步挽留人才，打破現時嘅惡性循環。如果唔一開始就增加公營醫院嘅人手，只要繼續工作量大，醫生繼續咁樣去離開，冇辦法解決現有困境。醫管局鋭意縮短專科門診輪候時間，增加醫療人手，加快轉介安排，處理跨科個案。預計目標係2023年至2024年，將內科、專科穩定心理嘅輪候時間減少20%，令病人得到適切照顧。各位，文芳嘅發言時間係3分3秒，每個時數需要9分。而家係文芳第一條。你有3分鐘時間，要唔要請兩位同事？跟住方偉睇下，好，第一樣嘢，我哋先嚟睇有方嘅標準。今日有方同你講咩咧？係咪要以結果為目標？即係咩意思咧？即係原來有方話覺得只要增加到醫生供應，就等於應該做啦。但問題，如果今日有方嘅邏輯睇下，其實好多嘢都可以做嘅喎。例如我哋今日可以規定全港嘅醫生唔俾佢哋辭職，唔俾去私立醫院做，甚至收護照唔俾佢哋移民。呢啲方法的確係交到最多醫生啦。你搶曬所有人嘛，係咪等於可以做咧？唔係，因為今日討論緊嘅係應唔應該，即係唔係你講到只要加多咗人手就等於嘅，亦都唔係話如果唔係嘅話，上面嗰堆講嘅方案咧，通通都可以做。因為今日有方其實唔會咁做，原因係因為你自己都知呢啲方法根本唔正當啊嘛，係用強制嘅手段嚟限制佢哋自由，係違反緊基本法。但明明今日有方做緊同一樣嘢嘅時候，明明都係限制緊人自由，又點解可以做咧？可見今日有方咧以結果為目標，唔理用咩手段嘅呢個作為標準，制定醫療政策嘅標準唔合理。第二樣嘢，我哋再嚟睇方案。今日有方咧方案罰則幾多冇講，點樣強制冇講，向邊度入手又冇講。今日有方同我哋講乜咧？原來佢哋嘅方案咧成效幾多咧？590個醫生同埋3000名醫護，但問題係啲乜嘢咧？咩係唔好意思，係525名同埋2120個護士。但問題今日原來見到咧，醫科嘅畢業生590個，3000同埋3000個醫護畢業。但不過有方今日要計增加條數，有方冇解到點樣計，而係今日我哋要計增加係要計幾多咧？就畢業後留喺醫科嘅人有幾多？再加佢哋今日咧諗住走去私營醫院幾多？先係今日有方所講增加條數，而唔係講緊今日有幾多人咧係強制之下會繼續留喺公營醫院做嘢。即今日有方同我哋講話咧，作用唔大啫嘛，我哋咧會加到幾多個醫生？今日其實主面同你講出啦，我哋方案咧喺今日我哋方案底下咧，會喺2040年計到多咗900個醫生，即點解今日我哋方案唔得咧？
我哋要做好多唔同嘢。今日有方問人手問題需唔需要解決？要，但嗰個唔係用你嘅方案，因為今日咧有方嘅主辯盤問嘅時候都承認咗，原來係唔可以違法。但問題今日有方做緊嘢，就正正違反咗基本法第33条。今日有方同你講話咧，原來有個婆婆耳仔痛啊，超過等輪候時間超過半年，然後咧就係肌肉患癌。但問題今日有方嘅方案要點樣執行咧？究竟你今日係要俾1班6年到完6年之後嘅醫生專科年頭新一屆先去做嘅時候，你今日同我講原來你嘅方案都係6年後先可以奏效嘅時候，今日有方同我哋講嘅例子話要患癌，咁你到時等完6年後咧又患癌，接到你今日所講嘅問題咧，今日有方又同我哋講話咧流失率高啊，但問題今日有方講嘅流失率高，你要針對翻問題根因啊嘛，問題根因就在於原來今日公立醫院嘅人咧根本係工作量太大，要改善工作環境嘅時候，今日係有方要同我哋講翻點解你今日唔係針對佢哋離開嘅原因而去改善，就係佢哋今日要改善工作環境，增加薪酬率嘅時候，點解有方唔係咁做咧？即係今日有方有問佢哋嘅多謝各位。立方第一部辯嘅時間係3分3秒，報告少需9分。接著係正方第二部辯發言，有3分鐘時間。而家可以正式行計時。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啱啱指話咧，佢嘅方案可以增加到910位醫生到咗2024年嗰陣，但係咧有方冇指出話呢啲人手一定會去公營嘅服務。再者，我都唔反對話可以雙管齊下呢個服務，令大家可以同時受益，無論係醫生定係病人。咁首先咧，再者有方可唔可以確定到呢個方案可以增加啲醫護咧，一定會留喺公營咧，而且呢班醫院服務咧係咪可以真正可以解決到人手不足嘅問題？好，有翻啱啱問我哋點樣計出我哋人手不足可以推算到幾多人數呢個問題？咁點解係4年咧？政府喺2021年嗰陣公布嘅政府人力推算2020，透過計算專科醫生嘅空缺率、流失率同埋本身嘅供應率，得出喺2024年嗰陣公營醫院總共會增加960位以上嘅醫生，或者係呢個數字係永遠大出呢個有翻啱啱提出嘅910位。而且有關嘅標準啱啱完全合理，因為人手不足問題已經存在多年，但係有關啱啱指話而家冇呢個人手不足嘅問題，而且要求一個政策解決相關問題並唔合理。其次，有關啱啱指出話強制年期無法增加人手喺公務員嘅嗰陣，但係咧醫務衛生局局長盧茂松指出喺實際年期嘅強制年期，有更多醫生可以留喺公營嘅體系，能夠減低人手短缺問題。而根據呢個醫護專科嘅學額推算，每年可以大概增加到525位公營醫生同埋2120位嘅護士。咁到咗40年之後，自然可以解決到人手不足嘅問題，填補呢個空缺。咁包括係自由嘅呢個問題以下，醫管局喺2021年至2020年度挽留人手嘅呢個開支，總共用咗1.8億去解決問題，但係依然難挽留醫生嘅初心。嗱，你睇政府都可以睇到佢嘅嚴重性。以前政府就要求強制性合法合資格嘅呢個專業人士喺公營醫院服務一定年限嚟解決呢個問題。咁如果我哋唔強迫咁樣去做呢個政策嘅話，佢哋連去公營醫院嘅服務嘅機會都冇。咁雖然話咧政策一定要符合每個人嘅意願，但係如果真係咁嘅話，咁就冇一個政策可以完整實行。我方都明白話個人利益係好重要嘅，但係見到公院嘅每個專科排隊都至少1年，醫生因為工作壓力而不斷離職，強積醫生留喺公院，咁就可以增加到公院人手，令市民唔需要排隊，盡快有適當嘅治療。現時喺咁水深火熱嘅情況下，我哋難免要犧牲少少嘅個人利益去維持公益嘅利益，否則公院人手不足嘅問題係短期內都無法解決，市民成日可以繼續等，醫生繼續不停咁做，形成一個無盡嘅循環。多謝各位。正方的發言時間是2分42秒，補充少少9分。接著是反方第二部辯，你有3分鐘時間。要有請問計時。在座各位大家好啦，其實咧第一樣嘢就係今日咧，有方係唔可以拋個問題出嚟，然後冇做個比較，冇比較過其他方案究竟做唔做同樣效果，就同我哋講話
呢個就等於論證一變態。所以我哋嚟睇，我哋前面講過啦，今日咧要凌駕職業自由唔係唔得，但係有方必須要去論證究竟有啲咩正當嘅原因去凌駕。好，有方第一個原因咧，我哋講話人手短缺。第一個問題就係究竟現況係咪真係咁嚴重咧？第一個問題就係咧，有方前場有方其實都冇反映過，其實政府係計錯數啊。點解計錯數啊？因為政府計漏咗港大同中大嚟緊係會繼續增加學額嘅時候，人數只會不斷多，但係政府嘅數字係2017年嘅數字嘅時候，咁佢咪計少咗未來會有嘅專科醫生咯？所以呢個問題第一啦。第二就係、是、其實今日咧，我哋見到有班同學嚟講話，點解要去捆綁咧？就係話缺人啊嘛。但我哋見到就係其他職業都有缺人㗎，就好似我哋見到教師咧，其實教師都係爭緊4000幾人，甚至建築業都係爭緊40000幾人嘅時候，係咪呢啲職業通通有短缺嘅時候，政府就要去捆綁咧？係咪政府有資助過呢啲嘅培訓課程？最後佢哋畢業之後就全部都要按住政府所安排俾佢哋嘅職業或者機構去工作咧？唔係㗎嘛，呢個正正就係香港所享有嘅職業自由，就係唔會因為某一個職業有人手嘅短缺而政府去逼你去選擇某一個職業，或者喺邊一度做啊嘛？呢個咪就係香港享有嘅職業自由咯。所以有翻今日講個人手短缺咧，講唔過去啦。我哋再嚟睇今日有翻同我哋講話咧，我哋嘅方案解決唔到問題。我方已經多次重申啦，就係咧今日做完我哋嘅方案之後咧，其實就算計埋會流入去私營公院嘅專科醫生之外，仲有910名嘅專科醫生留喺公院度工作，所以唔好再同我方講話今日唔知會有幾多人留去私營醫院。我方已經清清楚楚計俾你聽，就算計埋私營醫院，都仍然會有910名。再未計算咧，就係我哋今日做埋海外嘅，即係一啲非本地培訓專科醫生，我哋招攬翻嚟啦，同埋我哋去改善工作環境，令到更加多人願意留喺公營醫院入面服務。所以咧，今日980已經係計少俾有方啦，所以唔好再問有方究竟今日仲有幾多人留喺公營醫院工作啦。好啦，今日咧有方同我哋講咧話要做呢個方案，但係好明顯啊，前場問你罰則冇講過。咁今日有方其實見到個變態咧係話要強制啦。咁換言之，今日有方咧其實要控制醫生唔可以離開公營醫院，但究竟點樣控制咧？係究竟係立法啦、罰款啦，定係點樣去控制咧？有方通通都冇交代過嘅時候，有方就點樣可以令到同我講話今日有成效咧？控制唔到人佢會離開嘅時候，點樣去控制點樣去決定將來多幾多醫生咧？所以我哋見到啦，原來今日咧有方論證唔到究竟我哋要做到呢、這、一個即係要去凌駕職業自由嘅必要性同埋急切性喺邊度嘅時候，唔可以去同我方講話今日冇其他選擇，必須要做呢一個方案，因為我方見到就係、是除咗非本地之外，仲有增加學額，仲有去玩啊啲退休人士，通通都可以增加到嘅時候，有方就要論證今日做呢一個方案嘅必要性喺邊？多謝大家。我方第二部分嘅發言時間係3分02。依家係進入自由辯論嘅環節，雙方各有3分鐘嘅時間發言。當某方發言時間用盡，本人會宣布另一方剩餘時間。該方可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位辯員都必須在本環節發言。如本環節結束時，在場人士發現有辯員從未發言，我即場提出屬實的話，該辯員所屬一方將被列為辯員扣除滿分。請問雙方有無問題？520名嘅醫生就係由佢嘅專科醫護嘅
哋培訓嘅嗰個名額計出嚟嘅咯。想問入方增加學校而家係咪啲人一定唔會一定去公營醫院？想知原來入方今日所謂嘅增加係乜嘢咧？就係有幾多個專科醫生。但問題今日你要講咧係有幾多個專科醫生因為呢個計劃而唔去私家醫院啊嘛，所以究竟增加幾多個啊？即係強制佢哋去公營醫院之後，呢班畢業咗嘅專科醫生咪一定會去公營醫院服務咯。所以咪有225個醫生咯。同埋頭先問咗有方同學啦，增加學額之後啲人係咪一定會去公營醫院服務有方達唔到？唔係，想問你好簡單，就係今日如果你覺得唔係五成嘅人離開私營，咁你覺得會有幾多成嘅專科醫生喺公營離開去私營啊？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咧有。佢呢班人，佢哋係一定強制年期之後，佢哋一定會去公營醫院噶嘛，所以佢哋525位嘅專科醫生會去公營醫院呢點，我方確立咗咯。想問有方咧，有方覺得現時公營醫院輪候時間長唔長？唔係，等陣有方唔好確立住，你今日同我哋講話525個，咁你同我講係咪所有專科醫生畢業之後全部都會去曬私家醫院？呢個就係點解我哋寫咗話每年會強制增加1575個畢業生，而當中剩得525位係確認一定會嚟公營。咩叫強制增加？我哋強制咗呢班專科畢業生一定要去公營醫院服務，點解佢哋唔無啦啦會唔去公營醫院服務咧？就係因為有私營醫院，所以由分行計嘅數，就係專科醫生多咗幾多。其實我哋而家要計嘅係，因為呢個計劃而強制留喺，其實原本有人已經強制留喺公營醫院，所以要計嘅係，因為呢個計劃原本係私營嘅，點樣去翻公營？所以我想問翻由分行，你覺得呢個手段正唔正確咧？唔係，分行我哋肯定啲人係咪一定會去公營醫院？但因為強制佢哋公營醫院服務，點解佢哋可以去私營醫院咧？係啊，但我哋四年之後又會再一班人去每年佢哋都有人畢業，每年都會有人去做噶嘛。咁四年咪可以填補到呢個空缺咯。唔係好簡單，今日有方連罰則係咩都未講清楚，想問有方今日佢要離開嘅時候個罰則係乜嘢啊？有方首先要解釋點解佢可以喺四年之間中途離開，即係強制佢會唔合法，佢唔合法嘅。問緊先，有方你今日講強制，咁如果佢點都要走嘅時候，咁有方你個罰則係乜嘢？罰則呢樣嘢可以再定，但係而家我哋係強制佢哋一定喺公營醫院，所以如果佢哋唔強制，佢哋就係唔合法咯。想問點解有方會覺得啲人會冒住呢個風險去離開公營醫院？有幾多人會因為強制年期之後，因為理所當然離開公營醫院？係啦，原來有方話咧，罰則可以遲啲再定。但問題今日嘅可行性同埋今日嘅成效就係基於你嘅罰則嘛。如果你今日罰則定得低嘅時候，咁佢可以做到私營醫院啦。所以今日咧，有方嘅可行性咧講唔過噶啦。再睇今日咧，原來有方自己都承認，原來手段重要喎。咁點解咧？今日有方有冇連手法咧？想問我哋點解唔守法咧？係有方又唔明啦，因為咧我哋講基本法第33條就係規定咗，原來香港市民都享有選擇職業權利嘅時候，點解有方今日你見到佢哋可以冇呢個權利嘅時候，有方又照做咧？選擇職業嘅權利，咁我想問佢哋去咗公營醫院服務之後，佢哋係唔係醫生啊？嗱唔係，有方你今日講錯啦，因為原來佢哋做完專科之後，佢可以選擇唔做醫生噶嘛，咁呢個咪選擇咗佢嘅職業咯，同埋佢今日可以選擇去為呢個打工啊嘛，有方今日你強制咗佢要為醫院打工，呢個係咪叫壓制？就我哋即係安排呢班人去公營醫院嗰度做，呢個係一個人手嘅安排。哦，原來有方講嘅人手安排就係可以限定嘅啊，所以今日咧有方承認原來有方今日咧喺有方嘅世界入邊咧係唔需要睇各方利益噶。好啦，之後我哋再睇啦。今日有方同我哋講話咧，原來犧牲少少利益就係為咗啲咩公共安排。咁咧原來今日見到咧地盤咧佢4萬個人手短缺，咁有方今日係咪要強制所有製造業總局人畢業嘅人咧全部都要走集結咧？有方我哋唔睇各方利益，但係我哋增加咗一班醫護去公營醫院之後，咪可以舒緩公營醫院嘅人手嘅壓力咯。好簡單，有方承唔承認我方今日提出嘅方案全部都可以增加到人手，再加上可以滿足到你所講嘅今日要專科醫生嘅缺缺？唔承認啊，有方都係話唔到幫先。點解增加話啲人一定會去公營醫院服務？改善咗環境之後，有幾多嘅醫生會去公營醫院服務？點解你嘅方案係增加到人手咧？唔係，已經好多次講咗啦。就算計埋留喺私營醫院嘅醫生，今日都會有910名嘅醫生留喺公營醫院服務嘅時候，想問有方你嘅我方數字有啲咩問題？但係點解一定會係留喺公營醫院嗰度服務咧？已經計埋會離開嘅時候，咁有方仲想我哋點樣去計咧？想問。但冇一個強制嘅措施，你都確保唔到佢一定會留喺公營醫院。唔係好簡單，有方你今日都冇講到你嘅強制措施係點做，所以想問多次有方今日侵犯咗
公營醫院服務的時候，點解我哋係點解你嘅科係增加到？我入方今日嘅標準好簡單，你係咪想增加人手？係啊，係啦、啊，咁原來我入方想增加人手，可以用盡你發言時間，請停止發言。正方而家尚有三秒時間，我只有批出嘅。有方咧今日咧都係解釋。行政黨雙方嘅發言時間已經用畢，自由辯論結束。請問在座各位有冇發言台上辯員未曾發言？而家係辯論嘅環節，雙方辯論有一分鐘時間預備，預備時間開始。其實是否增加到人手？
就少咗人手呢？其實咧，有關同學，我哋今日三方都係同意咗，我哋要解決醫護人員嘅喺公立醫院嘅人手，呢個唔係我方嘅立場，而係一個事實。事實就係公營醫院人手唔足，但係我哋真係要用呢一個方法，好極端嘅方法侵犯自由。其實今日全場嘅時候，主辯同埋主辯喺公辯嘅環節，其實都承認咗我哋唔應該用啲咁極端、咁違反人權嘅方法，而一副面府係完全冇回應過。呢啲方案點樣違反人權嘅時候，就證明呢、這個方案其實已經係違反人權啦，其實係唔適合舉行嘅。再講咧，就係如果我哋成日綁住啲醫生嘅時候，反而會令到人哋有反效果，人哋睇到嘅醫生更加想離開，或者強制完嘅時候都強制離開，所以根本係解決唔到更新嘅問題。所以好明顯，有方案今日嘅辯題係完全唔成立嘅。多謝各位。立法結辯嘅時間為3分46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最後正方結辯，我哋再總結，你有4分鐘時間，預備好請啊，計時。在各位大家好，新冠疫情嚴峻嘅時候，公營醫院逼爆，人手唔夠，專科醫生、護士東奔西跑，連兒科醫生都要幫手打針、搬手機，做啲本來唔需要專科醫生做嘅事，令醫護無時間去休息不得止，更加延長咗輪候專科嘅輪候時間，最後搞到急症室病床密密麻麻，甚至有老人家等咗5日都仍然未上到病房。即使醫護已經竭盡所能去照顧每個病人，但無奈當佢哋留意到呢位老人家嘅時候，佢已經孤零零咁離開咗人世。面對工作量嚴重超出負荷嘅專科醫護，原本有機會保住性命嘅病人，我哋做嘅到底係任由人手短缺嘅缺口越嚟越大啊？但眼見問題不斷惡化都阻止不理，定係一步步咁樣修補呢個缺口呢？嚟到結辯環節，用3條問題歸納全場。第一，究竟公第一有方問公共嘅利益係咪可以凌駕到醫生嘅自由呢？有方問咧，係咪政府人手不足嘅時候就可以強制市民喺公營機構嗰度服務？有方係咪覺得咧強制醫護要去公營醫院嘅實習係唔使做嘅咧？唔係人手不足就要強制，而係醫護關乎到病人嘅生死，人手空缺好嚴重。政府而家增加人手嘅政策冇太大作用，搞到輪候時間咁長，我哋唔可以任由病人繼續等，錯過咗醫治嘅良機，所以要強制佢哋。我方都明白到個人利益係好重要噶，但而家眼見到公院每個專科排隊至少要1年，醫生因為工作壓力而不斷離職，強制醫生留喺公院就可以增加公院人手，令市民唔使排咁耐，最快有適當嘅治療。現時咁水深火熱嘅情況下，我哋難免要犧牲少少個人利益先可以去維持到公眾利益，否則公院人手不足嘅問題短期內都無法解決，市民繼續不停等，醫生繼續不停做。第二，強制年期究竟可唔可以增加到人手呢？有方今日話咧，過咗4年之後咧，啲醫生就會離開，增加唔到人手。但咧，經政府以一年公布嘅醫療人力推算2020，透過計算專科醫生嘅空缺率咧、流失率同埋本身嘅供應率，即係包括咧本身嘅學額，得出咧40年公營醫院總共會差960個專科醫生。如果強制4年嘅話，2040年將會有2100個被強制公營去公營嘅醫生。在公營醫院度做，減翻本身冇強制年期都會流入公營嘅525個畢業生，強制年期可以為當年增加1575個畢業生，確保一定填補到空缺，多翻人做嘢，減少公營醫護嘅壓力。第三，唔限強制年期係咪可以增加到人手呢？在有方的世界入面咧，醫護依然是1個對10個，超過負荷咁工作，病人依然都要不斷等又等，唔係一路擔心落去，就是等到病情惡化。其實今日雙方咧都唔希望呢個情況繼續落去噶。但咧今日有方咧，同我哋講嘅增加學額，由主編同一副講一直講900幾個啦，但由頭到尾都冇解釋過點解呢班人會唔想去私營醫院嗰度做，而係去公營醫院嗰度做。比起我方嘅方案會唔可以增加到525個醫生同2120個護士嘅時候，唔係可以更有效咁樣改善現況咩？其實咧，每個人咧喺成為醫生嘅時候咧，心入邊都有一團火想軟鼓濟濟。無奈嘅係咧，經過龐大嘅壓力，休息唔夠，本身上班嘅病人得唔到適切嘅援助，佢哋不得不離開公營醫院，走嘅走，離職嘅離職。但要解決醫療體系嘅殘局，從來都唔係一走了之，而係我哋每個人都要保持初心，一手一腳咁樣慢慢解決問題，令公營醫院唔再係醫護同病人眼中嘅
更面慾，藝術促成為一個令醫生實現夢想、令病人得到援助嘅地方。多謝各位。呢方結名嘅時間係3分50秒，每個時數需扣分。比賽過一段落，請大家留喺原位稍作等候。咁啊，評判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請每位評判只需喺今日8位台上辯員當中選出表現較突出嘅3位，再給予分數。最佳一位填30分，次佳係填20，其他位填10分，其餘位話不用填寫。
熱心啫，其實反方自己都俾咗條數嚟嘅啫，佢都話原來佢計嗰個增加學額入面咧，係計咗有 50% 嘅流失率嘅，咁即係其實係咪都代表住有 50% 嘅醫生係本身會離開，而喺你哋嘅方案下面成功留低咗嘅咧？呢一個係我覺得即係你哋可以思考下嘅地方。而針對住反方嚟講咧，反方就話會有910個。咁而好老實講啦，我係即係一開始都聽到有啲混亂嘅，因為你哋會話910個係因為政府計錯數，咁所以其實你未來冇咁大個缺口嘅咁樣。咁但係我會諗嘅第一樣嘢就係、咁你910嗰個數係咩年份先會出現啦？咁我喺中間我唔記得邊個變位有聽到少少，好似話係2040年就會出現翻910個人咁樣。咁但係我會諗嘅係，如果你哋都認同而家嘅問題係嚴峻，又或者其實你都認同而家嗰啲譬如話咩木婆婆真係好慘嘅話，咁去到2040年先有910個係咪即係唔係咁恰當咧？我覺得好似同對方嘅方案唔係真係一個直接比較嘅層面。咁我都有聽到嘅，你哋嘗試會話其實正方個方案都唔係真係咁短期嘅，佢哋至少都要等6年嘅專科培訓咁樣。咁但係我就諗緊，即係呢個同樣都係政方需要思考嘅問題啦，就係針對嗰個方案細則嘅問題。你哋究竟係即係而家我落咗呢個方案，咁而家應屆畢業嘅就會即刻被強制留低啊？抑或係我係想俾譬如話新一屆嘅啱啱就讀專科培訓嘅醫生就先即係先至實行呢個政策咧，就好似高中改制咁樣。咁所以就係呢一個同樣都係方案細節嘅問題，就影響到究竟對於政方嚟講，你個方案係長期抑或係短期，能唔能夠直接同反方個方案去做比較？咁另外就係針對住反方嗰、那個嗰條算嗰條計數式啦，我都有一個嘅疑問嘅，就係你會話你計咗流失率，咁我覺得即係點講好咧？流失率呢樣嘢其實每一年都喺度轉變㗎啦，近年你會見到不斷攀升啦，甚至係會有一啲部分嘅專科係會有翻倍嘅情況啦。咁我就會諗嘅係你哋計嗰個流失率係咩年份嘅流失率咧？又或者係嗰個推測又係咪真係可以準確到其實未來嘅流失率都依然係維持同今年一樣咧？咁樣咁呢個都係我會對嗰條成效數字有疑惑嘅地方。咁而針對住第二點咧，就係啱啱講嘅關於而家人手是否不足嘅問題。呢、這個可能喺正方嘅立場上啊嘛，呢、這個可能喺反方嘅立場上咧，我可能會比較有疑惑嘅。因為針對住反方啦，你開始嘅時候就話啊，其實係政府計錯數，我哋其實冇咁多咁迫切嘅需要嘅咁樣。咁但係去到後場個立場，好似慢慢又有多咗少少轉變。譬如話，你哋會認同啊，咁我哋引入海外醫生啊，咪得咯，或者引入啲非本地培訓醫生啦、啊，定係點啊？咁我就會諗，如果你覺得而家嘅問題唔迫切，又或者你覺得啊，係因為政府計錯數先製造咗啲需求出嚟嘅話，咁其實你大可以唔需要理會佢。即係嗰個所謂短期措施嘅問題咯，但係好似唔係你哋，好似都幾著緊而家啲病人都真係幾慘喎，咁我哋都要幫下，咁又提出咗少少方案。我就覺得呢一個喺立場上會令我覺得有啲嘅疑惑咯，即係喺呢一方面。而去到第三點咧，就係關於嗰個罰則上嘅問題。咁我都同意即係反方提出嗰個罰則嘅問題嘅。咁但係我就會諗兩樣嘢啦，第一就係正方都會有回應嘅，就係話啊，咁啲人如果違法偷偷走，咁呢件事嘅可能性有幾大呢？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六點我係有俾到一定嘅分數嘅，因為點解咧？我係覺得反方嘅提問唔夠具體，即係我會諗嘅係咁，我諗你哋會話佢唔強制冇罰則呢件事，應該唔係想講佢違法啦，應該係想譬如話有啲咩特殊原因佢可能要離開嘅，咁你會唔會要求佢交罰款啊？譬如話交翻佢咁多年嘅學費啊咁樣。呢一類嘅特殊情況啦，咁但係好可惜嘅係問得唔夠具體，就俾對方喺 fit 嘅時候就已經即係可能就答過咗咁樣咯。如果再具體啲咁問，可能會譬如話係啊，咁而家呢個醫生佢要移民啊，又或者呢個醫生佢係想離開香港嘅，咁你究竟係要求佢強制唔俾佢移民啦，抑或係你要求佢交罰款，你就可以俾佢走咧咁樣？具體啲咁樣嘅問法，可能會相對嚴重，因為會高少少。跟住去到最後咧，就係講翻我個人覺得有啲遺憾嘅地方，就聽到一嘴，但係我覺得好似又後屘冇再推延嘅東西。咁其一就係針對正方所講嘅嗰個台灣嘅案例啦，即係你最尾轉變有落呢一個嘅例子嘅。咁我覺得都幾新奇嘅，因為其實我自己都冇聽過呢個外國例子啦。咁我都幾期待，其實會唔會後面嘅變位會再延伸啊？台灣做咗呢個之後係點樣咧？又即係台灣個情況嚟，香港真係可以類比咧咁樣？但係好可惜嘅，後面好似完全消失咗啦呢一個例子。咁而針對住
反方咧，就係都係主辯嘅一樣嘢嘅，就會話啊，咁會令到本地人嘅即係讀醫嘅誘因減少咗。咁但係減少咗之後個影響係啲乜嘢咧？咁呢個都係後面期望聽到啦，但係都即係比較可惜就冇再提及咁樣咯。咁大致上就係咁。多謝你，小姐。接著有請韋謙先生嘅。走出嚟嗰個叫，即係你投嗰一分零鐘度啦，但係即係一開頭嗰排你計出嚟咧，我先彎到嘅。跟住咧反方咧，我係去到 3D 咧，先即係你一串答出嚟話點樣扣正咧，就有嗰段嘢，我都係嗰個時候先聽到嘅。咁所以就既然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遇過呢條數咧，係將會成為呢一場比賽嘅焦點。如果有嘅話咧，咁不如你推上去。你主辯或者係一副咧，就一次過，即係直情寫曬底稿，係話俾大家聽，清清楚楚講點計就仲好啦。因為咧，如果係咁嘅話咧，相對地你哋所有啲前場咧用數字攻擊對方嘅分咧，我係冇辦法俾到好高，甚至冇辦法俾到嘅。因為我都唔知道數點嚟嘅情況底下，即係譬如你哋一月份講啊，咁我哋方案有900幾，我哋個方案都唔知 guarantee 到嘅。就如嘅時候，我係俾唔到啲攻擊分你哋咯。所以如果係咁嘅，不如你哋直情將，既然你哋預計呢個會係即數字一個大爭論點，不如你直寫一段稿，舒舒服服咁讀出嚟，咁就算啦。咁係啦，跟住咧，但係咧，正方位置咧，我之前我嗱到你哋嗰個位咧，就會聽到有525個同2120個聽到點計啦。但係咧去到結辯咧，又出翻無端端，我會聽到話。咩40，即係去到2040年，因為有咩1570個畢業生，就要扣減翻本身會翻嚟嘅人咧，啊，我都有1500幾個。我想問嗰、那個係，真係可唔可以講一講嗰個係？即係本身已經過預咗有525個醫生會納入供應嘅，即係喺呢個計劃實施之前。所以咧，我哋嘅乘客就要減翻本身佢已經會納入供應嘅人數。咁即係我哋強制4年啦，咁即係代表2040年有4個525。醫生會喺度，我哋扣咗本身會納入供應之後，就剩翻1570。OK， 想聽講咩？不過唔緊要，就係OK， 即係短即係數據講清楚啲，話到而家都係即係可能本身所有弱啲，我真係唔係好明。係啦，咁呢個就係我嘅就係最好擺明講清楚啲啦。好啦，咁跟住咧就主線嘅問題，咁咧我覺得正方咧嗰個主線咧係真係正正常常啦，又係。即係減低人流時間，減低壓力。咁咧，但係就你哋要考慮嗰樣嘢咧，就因為咧，其實我上一場比賽咁講，就係、是、今場咧對雙方嚟講，其實係一個所謂嘅理念之爭去到最尾，即係佢哋會即係反方比較講得多，比較講得出嘅呢個位置，就係佢哋肯講人權啊，用基本法，即係以基本法背書嚟，即係以啲基本法包裝講人權啦、啊。其實反方咧唔係冇講過，即係你去到。一副啦，或者二副咧，有講過話啊，我有拉低嘅咧就係二副啊，就你講啊，其實咧我哋要睇佢意願咁，不過咧喺大是大非面前咧，我哋要犧牲少少個人意願。咁呢個就係你哋就諗，即係要點比較？因為其實你主辯，即係你哋成日主線推到落去，其實就係嗰、那個你哋覺得喺。即係所謂社會嘅一個大眾利益面前，係應該犧牲少少醫生嘅權，選擇一個人權益。咁呢個咧係冇問題嘅。但係咧，你哋今日嘅講法只係話，其實咁大是大非嘛，咁要犧牲，咁無所避，無可避免啦。但我聽唔出點解要凌駕咯，即係我聽唔出你公眾利益點樣激到到，點樣凌駕到人哋一個人選擇咯。呢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個位咯。咁反而今日反方。
康文處理方法咧，就係講係咁講基本法啦。同人哋咧，我都即係其實你自己都有開場話係相稱性嗰樣嘢，即係如果我係正方，我就會執住打。咁你話討論政治邊有相稱性咁呢啲，即係你真係可以即場可以講到嘛？但係即係我覺得反方可能呢個一個好少少嘅就係你就講到即係基本法，即係據我所知香港應該係冇憲法啦，但係即係基本法就係香港最即係所謂最接近憲法嗰樣嘢，呢啲問翻啲讀多嘅人啦。但係我意思即係你哋攞基本法出嚟做嗰個 backup 咧係好嘅，但係同人哋係咪因為基本即係、就是、你哋都有講基本法嗰樣嘢，就係點解喺基本法底下都唔可以即係點樣個人選擇要凌駕社會嘅公眾利益呢？我都係聽唔到呢樣嘢，即係你只係講佢。不應該做，但去到後面，如果你哋 put 深啲 ，put 落嗰個所謂嘅理念層面，就係、是、啊點解個人選擇喺大是大非面前，都要 uphold 佢，都要俾翻個選擇權佢咧？我都係可以，即係我期望可以聽多啲。咁不過因為雙方今日喺呢個位，即係最尾升華上嗰個交鋒都冇乜好太多嘅，即係好大，大家冇乜好 touch 呢樣嘢咁，所以唔會因為今年我哋份人就可以做好啲啫，純粹就係。好啦，跟住咧去翻講嘢之餘，去翻反方嘅主線啦。咁你哋咧開關咧就係話唔係針對緊更新啦。咁樣第一個咧就係講規劃，即係嗰個人力推算錯誤啦。第二個就係因為工作環境惡劣。但係其實呢個咧要小心啲咧，我係覺得你哋方嘅第二題咧，同你哋自己條線咧係有啲矛盾。因為你一方面咧就係咁講到話就算咧啲人咧留都有個保嘅，啲人留都喺度。但係一方面咧又承認係因為惡化佢，真係因為。嗰、那個工作環境惡化先會流失嘅話，咁其實咪變相成緊正方嘅第二個論點咯。因為正方就係同你講，而家留翻多啲人手可以改善嗰個環境。跟住你嘅第一個論點第二部分就係話，因為工作環境唔好，啲人先會走。咁如果係咁，我係正方就出嚟答。咁你話工作環境唔好，啲人都會走。咁你唔強制嘅話，你培訓幾多人出嚟都係會走㗎。即係我會有呢個疑問。即係再加埋頭先評論所講嘅嘢，其實嗰個所謂嘅離職率，即係嗰個流失率係個失傳係好高噶嘛，喺人件喺咁升噶嘛，咁我就會講嚇，咁你自己都承認咗，咁而家工作環境係好差啦，咁如果差嘅話，咁就算你不斷咁樣增加個學額，不斷咁增加多啲人手嘅，咁其實你越多人入嚟，咁相應地走人咪越多，咁其實條數即係你幫嘅水係多咗，但係流失嘅水依然同你一齊增加嘅時候，其實冇改善過嘅情況啦。咁所以我諗嘅就係你哋即係當然呢個係個事實啦，老實講惡化即係 sorry 工作嘅惡劣啲嘢係一個香港嘅事實啦。但係你要諗下，要自己攞出嚟講啦。如果你自己攞出嚟講嘅話，就好似變咗一方面又會覺得惡化，但一方面啲人又會願意留喺度。咁呢個位就會有少少矛盾啦，自己覺得係啦。咁跟住就去到後場啲反駁咧，我覺得今場咧你哋正方咧其實比較多咧都係突錯，淨係講嗰個數字啊，同埋講個成效問題啊。但係我會想聽到你哋講多啲嘅，就因為對面都開咗基本法嗰樣嘢，我會期望你哋回應多啲咯。因為如果你哋只係同即係應然性辯題咁。可唔可行？實際數成效一定要打，呢個當然要打。但第二部分就係嗰個我哋配合理念啊嘛。如果你哋一二副就淨係比較，即係今尤其是一副咧，我就咁聽都基本上比較多係打數字。即係我諗可能有七成嘅時間都打緊數字，跟住二副都有講，又係講人力推算啊，講有咩一億八千萬都挽留唔到啲人啊。咁你如果係咁講成效嘅話，而對面又講嗰、那個即係所謂理念嗰樣嘢咧，咁你哋呢個咧俾評論聽到會蝕底少少咯。咁所以你哋可以考慮一下，如果我唔知道你本身有冇估到人哋會打人權啊，打醫生應該有選擇權呢樣嘢啦。如果你哋有嘅咧，我覺得不妨你可以早啲出多啲意見，即係不妨可以推前啲一副二副就同佢稱呢樣嘢，咁就唔至於你哋好似淨爭打成效咁樣咯。係啦，咁。反方都係啦，即係反方，你哋今日嘅好多，你遇到好多攻擊都係基於嗰個數字嗰樣嘢啦，咁就係啦，都係頭先嗰句啦，因為你哋數字係唔係解得清楚，所以冇辦法俾到好強嘅攻擊分數咧。但係其實如果你哋計清楚數咧，你哋屋企解反駁理論上咧係應該係幾強嘅，咁所以我覺得可以要即係講清楚啲啦，同埋你哋啲嘢可以早啲出多啲反駁，即係你哋有講建築師啦，同埋老師嗰樣嘢，
我覺得咧，去到二副先出咧太遲啦。你可以咧攞嚟供啲上面，因為你二副你出完之後就自己 put 啊嘛。即係話啊，咁你建築嗰啲你又唔強制，你老師又唔強制，跟住就解釋啦。因為咧，你唔係話即係有解釋話，因為唔係你唔夠你就要強制噶啦嘛，啦啦啦。咁我覺得呢個做法可以係你擺前啲，可能俾一副或者你甚至之前供嘅時候就出咗先，誒先個供益點，跟住你二副你先去修改佢啦。咁我就會覺得。咁就更加突顯到對面，因為你俾機會對面回應，而對面回應嘅話，你就更加突顯到佢個立場係真係有幾矛盾，有幾難聽咯。同埋有一點咧，就係我去到結辯咧，突然之間聽到反校嗰三隻字，咁咧係我成場第一次聽到，我就有少少即係，如果你覺得呢件事有反校嗰個，咁你應該做啲改動，因為呢個都我可以認識上幾強嘅點咯。而同埋即係我都覺得你。反方結辯先開話呢個方案可能有效果，咁正方冇個機會回應你，咁又可以做啲即係擺到啲呢啲咁經驗，係咯，就係咁。唔該大家。感謝黃先生嘅評語，最有請黃文傑老師。係，咁咧就我講幾樣啦。第一樣嘢咧就係關於嗰個論點嚇。咁咧其實咧嗰個論點裏邊咧先講正方，其實咧正方咧嗰個論點設計裏邊咧，我覺得一樣嘢咧都可以諗一諗下。就係關於咧，就係呢個應唔應該做咧呢個問題啊。其實咧，我覺得正方嘅論點咧，都放得幾多咧，就喺即係輪候時間啊、壓力咁樣，即係呢啲比較實際嘅操作或者係實際環境啊面對嘅嘢。咁究竟呢件事應唔應該做咧？可能咧係可以開一個嘅討論嚇。咁咧就其中咧就一樣嘢就係對於。一班即係醫護嚟講咧，佢對於社會啲責任嘅承擔咧，應該用乜嘢嘅嚟講？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其實政方可以諗一諗下。第二樣嘢咧就係講論點啦，反方論點咧，其中一點咧就講到關於即係呢個嘅要符合基本法啊呢樣嘅情況啊。咁我覺得呢點咧係一個可以諗嘅方向。不過喺嗰個解釋上邊咧，可能再要即係我個人覺得再要可能清楚啲啊。因為咧，即係頭先提到，即係個選擇工作上嘅自由，用呢個方案本身係咪真係違反基本法？即係冇得選擇咧？呢樣嘢咧點解要詮釋咧咁樣啊？咁咧就我舉啲例咁啊嚇，假設嚇，譬如一啲現時，因為我估計咧，佢唔想用我，係因為咧我強制咗佢即係一定喺公園嗰度服務一定年期啦，咁所以離開即係你現所好似冇得揀。即係其實嗰個做醫生都好似冇得揀，佢私院啦定係點咧？好似有一種規限喺裏邊啊。咁咧就我諗係視乎嗰個方案係點樣設計或者點樣寫都未嘅。即係正如頭先評判所講，究竟咧佢強制呢一刻強制咧，定佢考之前已經話咗咩？其實如果真係要咁做咧，你將來有一個條件嘅嘛，你可以唔考喎，不過你考咧就可能有一個條件係咁樣，咁你要去面對。咁我舉一個簡單例子，你做老師喎嚇，老師其中一樣嘢係咁喎，你係可以咧申請一樣嘢就係咧，你而家做緊嘢嘅喎，但係想進修，咁你如果要申請進修啊，係得嘅。不過咧，佢規定就係、是、你如果你申請進修嘅話咧，其中一個方法就係你進修完咗之後，你必須翻你嘅原校工作一年。咁呢種變相又係違反一個類似嘅嘢咧，係嘛？當然性質未必完全相同，我即係想拋出嚟即係大家都可以諗下呢樣嘢，即係點去思考咧？咁更何況唔從嗰個法理，即係唔從嗰個傳釋角度講，純粹咁諗啫。當我俾正方諗下，其實呢個方案提出嚟咧係政府提出嚟，即係我意思，即係由施政報告簡單提出嚟。你又唔知會諗下，政府提出一個方案出嚟討論之前咧，係會即係冇經過啲即係嚴重嘅法律上面嘅問題都提出嚟。即係其實違反基本法，不過特首施政報告都提，即係咪會出現咗咁嘅情況咧？可能，不過咧可能性會唔會低啲咧？即係我哋想，即係諗下呢樣嘢咧，點樣去諗，即係去處理呢個所謂即係法律嘅情況啊？咁啊，即係未必突然間可以有個好，即係或者好專門嘅嘢啦嚇。咁但係點樣可以俾雙方去諗下呢個問題？所以第二樣嘢，第二樣咧，我覺得咧就係要揾到咧你自己嗰個方案嘅即係強弱喺邊度嚇。咁以正方為例，其實正方嘅方案咧，我諗比較好嘅地方咧，即係相對嚟講就係因為可能係可以短期，同埋可能係可以穩定。咁你一定要比較先知嘅，即係比較乜嘢咧？就係咧反方，即係因為反方嘅方案咧就係增加呢個嘅醫生學額。咁兩者一排出嚟嘅時候，咁只要諗下，而
家要處理嘅一個乜嘢嘅問題，而呢個問題究竟呢個方法係會快啲處理？如果呢個問題大家都覺得迫在眉睫嘅嘛，咁呢個就係要行一齊咧進行呢個比較。但我覺得有少少情況就係正方咧，比較冇咁去即係、就是、挑戰佢嗰個反方咯，就關於增加醫學增加嘅醫生學啊，或者叫專科學啊，即係呢一類嘅嘢。即係因為你要諗一樣嘢，你增加個學額咧，其實佢可能咧，你牽涉嘅就唔係咁簡單一件事嘅，因為佢可能牽涉係好多唔同嘅配搭資源各方面嘅嘢。即係嗰個一個點樣嘅情況咧，至少你都可以即係問下，即係反方面講。當然反方佢講咗少少就話，你其實都增加緊嘅咁樣。其實點都係增加緊咧，即係呢一行業係增加緊咧。而家今時今日兩間醫學院嘅學額去到咁多啦，而家你講得不斷增加，加年增加緊嘅原因，即係等等，即係我覺得呢啲咧係可以幫佢上邊去諗啦。第三樣就係像呢一樣咧，我覺得就係呢個方面上照顧緊一個咩嘅群體嘅問題啊？正方個照顧群體咧，基本上咧就係呢個嘅即係公立醫院，即係睇即係貧苦大眾啦嚇，咁成日講。但我覺得反方喺建議上講嘢係幾好噶嚇。就話咁私家醫院嗰度又點咧？我哋即係覺得唔知呢個係咪你嘅一個論點啊？係一個即係可以發揮嘅。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咧，即係醫護如果對社會有責任嘅話，應該係對咩人有責任咧？應該對所有人有責任。咁而喺呢個方向上面，點樣從一個平衡點上邊咧？咁啊，即係分配合作反映咧，其實有幾多人睇緊即係公營同埋幾多人喺私營嘅專科上邊？若果你真係將好多人放在嗰度，而令到私營嗰方面，如果我哋一路發揮發展落去嘅時候，真係少咗啲或者點嘅時候，咁嗰班人其實都有，都係市民嚟喎。呢班人都係納税喎，呢班人可能俾錢都唔少嘅。咁佢哋又會點咧？咁係咪佢哋又翻返去睇公營？如果咁嘅情況，係咪變相即係你哋諗住輸唔公營，但呢度又唔夠人喎，於是你又走翻睇公營，結果其實個問題係咪即係同一批人，不過轉嚟轉去咁解啫？即係個問題最終都係冇一個有效嘅舒緩到你哋咧，係嘛？咁我覺得反方講呢樣嘢咧，係有少少都覺得係有啲可以諗下嘅嘢。不過唔知道你哋本身係一個諗住嘅方法咧。咁呢個咧就係第三樣。咁啊，我分享到呢度，唔該，唔該曬主席。感謝黃文傑老師嘅給予評語。而家由我宣布賽果，首先係最佳辯論員嘅獎項。今日嘅最佳辯論員係反方一副黃浩林同學。至於今日嘅賽果，正方得票係零，反方得票係三。換言之，今日勝出隊伍係反方不上去輸。今場比賽到結束，多謝大家嘅參與。